Music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，我的新专辑《大小说家》即将在6月22号发行。这次《大小说家》的概念就像是集结10篇短篇小说变成一本小说集一样，每一篇短篇小说呢，都是用音乐来辅助画面，用歌声来说故事。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重新认识林宥嘉，或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林宥嘉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希望大家听听我的新专辑《大小说家》。想抢先听到林宥嘉的最新专辑吗？智慧型手机用户立即下载 Music Go， 点播我的最新专辑《大小说家》。Music Go 音乐 APP 爬爬 Go。像课堂好诱惑，天都红。音乐 APP 爬爬 Go。